是哦，每周三晚上八点在 YouTube 有首播。我们不推怎么行？不推怎么行？不推怎么行？你们一定要准时收看，因为点阅率高，老板才会开心。他才会让我们继续。真的，拜托，拜托，把你的朋友大家都加一加，记得按左下角的订阅，订阅，订阅，好不好？萱萱，这都你的礼物，对，同一个送的，哇，同一个人，对，同一个人，哇。真的是我历任男友，就是对我蛮大方。他是狮子座的工程师，哇，对，然后背景工作背景也不错。但是我的分手关键字就是手游哦，手游，手臂，手游。其实他真的对我很好。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是记者，新闻台的记者，所以呢，可是我又住永和，所以他就每天从民生社区。载我，来载我上班，就是骑到永骑车，骑到永和，然后再从永和再送我到内湖上班。哇，这三角形哎，对，都没有高那个什么交通快速道，对对对对，没有啊，就是都平面啊，然后过两个桥吧，我记得。天哪，好远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有碰到，比如说圣诞节，然后那他我就跟他暗示说，哎，我好想要一个那个蓝蓝绿绿的那个盒子。蓝蓝绿绿，我第一个就想要槟榔。对，蓝蓝绿绿的盒子，对，然后他就哎，他听得懂哎，他 get 到了。对，圣诞夜那天他就送你一只熊。我也会生气耶，我也会生气。对，好，然后我就觉得，他怎么知道？而且他还知道要挑，就是不能太细的，我喜欢有一点中性的饰品这样。那我就觉得这个男生好像还 OK， 就刚开始半年的时候，后来他就开始说服我跟他住在一起，然后住在一起之后就开始大大小小的争吵。可是因为这些事情，我都没有放在心上，也没有想太多的原因。是因为呢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我梦到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，然后她穿旗袍，在梦里面，怎么好像是鬼故事？我们是起承转合，现在转出来了，对，转出来，再转他就抓着我在梦里面，然后抓着我的手说，那个叫我的名字，然后说萱萱，你一定要跟谁谁谁，就我前男友的名字，说你们两个要好好相处哦。好可怕！然后我说哇，好可怕！我说我认识你吗？我好像没有见过你。他就说反正就是你们两个要好好相处，不要吵架，知不知道？一直重复不要吵架。哦，你男友好用心，为了你养小鬼。对，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还算是热恋期，很少吵架的时候，所以我隔天早上起来我就问我男朋友说，我跟你说我昨天梦到一个很漂亮的，对，我就跟他说我梦到这个梦，然后他穿深蓝色的旗袍，然后很漂亮，然后我男朋友就脸色一紧，他就立刻打电话回家给他妈，他说，妈，那个奶奶她现在还好吗？就原来是他外婆现在在加护病房。哇、wow. ！一个月之后，他外婆就过世了。哇、wow. 哇、然后就是走的那一天，就是穿你梦见的，你梦见的那样，真的假的？哦，真的、啊，往生的那一件衣服。对，哇、wow. ！那奶奶真的就是有那一件旗袍。对，哇、wow. ！我就想说，哇，那这个男生对我这么好，然后我没见过的家人又有托梦，就觉得那应该是可以把命中注定，对不对？就是觉得就是他了，而且很少有男生把我放在他的未来里面。可是是一直到后来，就是因为住在一起，你一定会有些手机跟平板电脑的那个账号都是通的。对对，又来，又看到讯息没登出，是手游，手游这些，对这些我都没察觉。是因为有一阵子他就开始迷上某一款手游，那个手游是要组队游戏的。有一天晚上。出现银铃般的笑声，哎呦，银铃般，还是这样，奶奶，喂，好可怕，没看过了。银铃般的笑声是一个女，一听都是女孩的声音，就是她会这样，这样子，然后就说不要过来啦，这样子，然后想说怎样，现在是怎样，对，然后我就说那谁，他就说没有啊，就是我不认识啊，就是网络上就一起组队而已，这样死不承认。我就想说好不承认没关系，我就开始去查一些他的蛛丝马迹，但是他全部都登出了，有鬼。然后后来我们那个合约就一起住的房间合约到期，他就主动说他要分开住，
有鬼，就真的有鬼。怎么可能突然这样？然后我也想说，那好吧，那就分开住，给你一点空间。然后分开住之后，有一天我突袭去他家，因为他死都不给我他家钥匙，也是有鬼对吧？对，太多鬼了，很多鬼对不对？然后我就去他家，发现哎，他的习惯平常是我去他家之后，他在楼上等我，叫我等很久。我上去之后，他把所有的那个垃圾桶的垃圾都打包好。这太有鬼了，是不是很奇怪？就怕你看到什么？对，然后一个单身男生的住的地方，房间为什么会有两条湿的浴巾，而且是湿的？哦，然后后来我就说，那就是真的，我也觉得够了，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分开好了。他就毫不犹豫的说好啊，好狠啊！